不理想。这肉蹲在正中央，就这个球让打者挥空再往二垒传，哇，这个球又掉了出来。二垒手于浩庭这个球呢没有接稳，当然也就失去做一个阻杀的一个机会。今天杨成俊的第二次的盗垒。同样的，我们等一下从画面来看，于浩庭还是想用挡的，想要抱在身上，那这个球很难抱在身上，一定碰了又掉了出来，所以试着反手去接，延伸去接，接到你才有机会。那接不到的，就像这个一样，他就是盗垒成功。